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7月14号早上啊，刚刚开了这么些新的服务器啊。我们这个游戏叫做金河 COA， 我们准备三天充5000啊，这是我自己的钱啊，老板会帮我报销1/3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说恰饭啊，这个游戏官方跟我们屁关系没有，我们就直接去一区啊，就艾丽是最早的区，艾丽一区就是听大家的，对吧？然后人数已达上限哦，很快的，刚才是29，一下就20分钟，你看16，艾丽需要排队，我们就是要去排队人多的，去暴揍大家或者被大家暴揍，对吧？有没有想起那个火云邪神？他和那对夫妇说：“我就想来干死两位，或者被两位干死，应该是这样子。”11分钟，剩1100名，就这个时间是不准的，但是他这个名是正确的，1100名。然后我们这个游戏计划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3天充5000啊，之后的话这个号暂时不卖啊，这个号以后会卖，但是呢暂时不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下周一我的助理就来了，助理来的话，我让他先玩这个游戏，因为这个游戏是一个竞技型游戏，它是有一些公平对决的，这个游戏估计热度以后还会有比较长时间，不是那种绝对的快餐型游戏，热一下就没有了。而且这个是也有徐徐宝宝代言，他代言的游戏要么是很垃圾，要么是还有点东西，这个是属于还有点东西的那种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打架的型游戏，我助理男的女的，我想招女的招不着呀，没有美女助理，因为我们要比拼的是就对游戏的热爱和理解嘛。你说你对游戏热爱，那女孩子很少说很热爱这种手游的啊，除非就是说有男朋友带啊，这样的话她会喜欢。女孩子一般是什么搞美妆，搞就每天穿衣打扮，对吧？时尚蹭一蹭这些东西，这些人家很擅长。但是我们游戏的话，真的招不着女主播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一个月10000，就是给我助理玩啊，我一个月我给他10000玩这游戏可以的，如果啊，前提是他其实也要能争气，也要能够做一些这个视频出来，让我觉得哎，这个视频还可以就可以了。小龙以后不来吗？小龙主攻 H5 和觉醒。然后我们这个视频的话，前3天的视频会发在这个七天网络，后面几天的视频的话会发在另外一个号，叫做妄图改变世界啊，就是我妄图那个本源的号，就是妄图那个号又重启了。到时候我会做一期视频，等那个家伙来了之后，我们做一期视频说一说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我们要重启那个号？徐徐宝宝代言的5000估计不够打水漂。之前他代言的一个什么游戏我玩过，冲进去就是洒洒水，不太行。徐总叫阿杜马37说过了，阿杜还不够格，我要给他招10000个主播的话，他有可能啊有几率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池子也没有那么大，蛋糕也没有那么大，我们估计可能到了明年有个50到100个主播给大家播各种各样的游戏，是这样子的。主要主播的要求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其实是对游戏有很强的热爱和理解，玩的游戏多，然后玩的时间长，然后理解很强，比如说你做一些攻略，做一些视频之类的。然后呢其他两方面其实如果有一项很长很厉害啊，也可以来我们这儿。一个是做过直播，对吧？直播相关的行业你做过，另外一个是你做过视频啊，视频的话涨过几千粉以上，就是要有这么一些相关的，我们就招你进来。然后呢我们现在招了一些主播，估计等到我们魂师对决出来的时候，月入过万就很轻松了。所以呢大家有机会的话，跟你身边的高玩推荐一下，是不是想要有一个月入过万的一个工作啊，就来我们这儿，是一个好的机会。少年三国志二的话，其实是一款我原先以为它的用户受众很低，就是很年轻，但其实是非常强的。因为少三二的话，他玩的大部分是30岁上下的人，我之前以为是20岁出头的那种为多，他的话就是还是很氪，还是传奇和斗罗 H5 那种的感觉，非常的牛逼。但是我们少三二的话不会充很多，玩很长时间，因为这一次我们玩的成本非常高，主要是要蹭一下流量。如果是我们流量好，如果看的人多，点赞多，那么我们就会自己开一个服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充多玩，像武魂觉醒一样多充多玩就可以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准备开始了啊！这些东西大家想看就看啊，我们直接跳过，我们尽可能的啊，主打一个是什么氪金和一个爽啊，所以不耽误时间。然后这里面这个可以操作的东西非常多，这个名呢就是增加伤害，然后什么大招小招全都放了。来个大招看一下，这是游戏里面有4种职业，其中我们这个职业呢是一个近战的一个肉，卖多少钱？这个游戏的话我是打算先玩3天，后面把这个号给我的助理助理还没有来呢，但是快了，他下周一来，到时候把这个号接着给他玩，到时候他就做这个竞技。之前我们玩热血航线的时候，那个热血航线也挺好的，就是那个游戏也是有这个公平竞技，所以那个游戏我本事不到家，所以我玩了几天，我玩了3天还是7天吧，我就把那个号给卖掉了。但是如果说能够说有一个很会玩游戏的人替我玩游戏，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让他多玩一玩，然后做这个竞技场啊之类的，做一些教学攻略，就有点像火影忍者，对吧？腾讯的火影忍者不就是打架的各种攻略，大家做的很有意思嘛，对吧？我希望也做那样的视频，多涨点粉丝。想看我玩肉然后配输出是吧？不太行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这里选的这个职业就要选这个赏金啊！你看这赏金为什么要选啊？因为它让人颤抖，是吧？刚刚你们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啊，麻烦未成年闭上眼睛。好，然后这个游戏叫做什么？叫做金河啊，是今天新出的游戏。我们就希望朝着那个有些百万粉丝的主播，他们玩火影啊就很厉害，打竞技场打什么都很强，氪金也氪了很多，对吧？节目效果贼爆棚，早点把这个粉丝涨起来才能赚到钱的，这么大是吧？所以你们说要玩什么职业啊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游戏里面这个职业，我刚才那个职业，这个是第4个职业啊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但是不要选，要选的话就选1、2、3，前面3个职业都挺爽的。第一个职业的话就是近战的战士啊，你超级大佬你随便搞没有问题，但是战士的话他就是手短，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打1v1打3v3的这个 PVP 的这个战斗是比较菜的，因为
别人位移比他多，他位移比较少啊，推过去，然后我们这个叫做元素，然后我们这个元素呢，它是打架是很厉害的，就是有点恶心，所以如果你想打架打得很爽，你就搞一个这个元素就很爽。如果是你要玩一个技巧性的，比如说打得别人找不着北的那种，就玩刚才那个啊，那个颤抖让人颤抖的角色，对吧？叫做赏金，就很厉害。我们这还有74血，然后这可以看到啊，各角色啊都在施展他们大招。刚放这个动画就是放这个大招，秀弹是吧？啊，是很弹。然后我们呢，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节目效果，所以我们要选这个赏金，然后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赏金本身它是操作，那我就要操作给大家看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召唤的啊，对，刚那个第四个拿镰刀的红色角色就是召唤。我们这里呢，普攻其实伤害非常的低，全都是靠技能，然后就使劲放就行了，反正一会儿就死了。我们这个怪物打我每次打一滴血啊，所以我绝对不会死。你就在这等其他角色在这打都可以，不用你操作都行。这游戏有没有服装？有时装，时装的话有一些那个兑换码可以兑换，然后还有一些套装，就是你一套装备加很多属性的那种叫套装，就时装是好看的嘛，就皮肤。套装的话就是很棒。然后我们这是四种角色啊，第一种呢就是近战，刚刚说了，建议大家高R可以玩啊，这个所有游戏都是基本上一样的，又肉又输出的，就是可以搞这个。但是我们要选这家伙，对吧？好啊，他就是不给我们看他正面，对吧？藏了好东西。然后这个魔导师呢，就是元素法师，你看右下角就有个元素，有个鬼术师，一开始是元素嘛，他到时候可以转时变成鬼术师，反正元素打架是很恶心的。然后召唤的话就是，你可以理解成啊，你不带试操作，然后呢可以随便玩一玩，玩这个女孩子就很适合玩这玩意儿啊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角色，所以我们就选他了啊就可以了。选第二个啊，为了大家的节目效果是吧？走你，赏金猎人。赏金猎人他的缺点在于什么？他的缺点就在于前期你推图什么的会比其他职业要吃力一些，但是后期等你装备上来了就好了。我靠，希望今天不要流鼻血。来玩游戏还得要挑一个画质好的，这个是 U14 的引擎，还可以的。所以这种游戏如果我们都不支持一下它，那它不就倒闭破产了吗？我靠，这姐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御姐吗？剑魔师是懂玩家的啊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有点关系啊？既然都过审了啊，这直接跳过啊，我们不过剧情啊，剧情你们其实可以慢慢研究，想看就可以看。这游戏有很多英霸的东西，这个 RPG 镜头和 ACT 的镜头我其实不太确定，但是我觉得 ACT ACT 嘛，应该是打架会舒服一点。我们就不看这个任务了，训练还是不够大，是不是？太变态的话就假了，冒险协会的啊，输入个名字，好，妄图暴揍全服就可以了，走。啊，矿场遭遇到这个袭击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等级提升，这个不用管。今天。能升到多少级？能升到25级。前面这些装备啊，要强化什么呢？不需要做，全都不需要做。峡谷遗迹就是冒险，就是我们这个一关一关要打，就没有技能了吗？这大招还没有，大招好像是25级才有，所以是比较惨。这个是霸体，可以把周围人弹开。好，把画质拉满是吧？设置稍等，出去才能设置了。待会儿我们把设置调下。哇，这后面怎么还有个跟屁虫？怎么操作比较好？我那次没玩过。还是比较遗憾的，这个游戏内测的时候它有过3测，所以还比较强，就是这个游戏一般的也不会测试3遍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游戏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好，来了一个金盒，金盒的话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挑战，感觉有点像原神，就是多点束缚是吧？这个就是原神的画风。好，等级升3级，我们调下画质，画质在哪调？包括说兑换码怎么调，设置里面首先调下画质啊，精致极致啊，极致就好了啊。当前设备不支持，好吧，我这个是骁龙888，已经过时了，这手机啊，只能搞个高了。然后呢，其他这边可以兑换啊，兑换的话教大家旭旭宝宝。一个啊，稍等，别的我也顺便兑换一下。教学的话，我看一下锁定模式，稍微走一下位啊。我们这个技能有点弱，这都不用躲呀，都不用闪避。我们怎么还有个伙伴啊？好厉害！然后这跳其实可以躲一些东西，也可以跳起来攻击，本身的打斗感还凑合。说实在的，好，这出了一个额外的技能，林克能玩吗？应该随便玩吧，所有游戏林克都随便玩一下。现在游戏不可能说你林克就完全没有体验的，做不到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我觉得很费解，就是它这个 3D 的缺点在于什么？在于你要过去，哎呀，走到这里才能去下一关，不能直接跳过下一关。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必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各位刚才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好吧？清除所有敌人是吧？哦，不过这个的副本竟然是连通的，就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图上面切割出不同的关卡，还可以，它就会加点经验，这没什么的，就咱们就跳过就行了，先把它送回村里就行。我觉得这些你要真想看这个期对白的自己下载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先做主线是吧，这个宝箱什么都不开啊，到时候我们充值什么乱七八糟一起开，原神和崩坏的结合体。所以这游戏我告诉大家，如果没有原神这游戏就是个垃圾，对吧？因为有了原神，大家对于这种画面有接受的程度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玩起来就会觉得还可以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原神就是改变了大家的这种三观和认识。就穿一下啊，我们终于有新衣服了，这怎么才加那么点战力，才980的战力，得到了特制的电池，做一个什么？我不管，我就要氪金。怎么那么像换塔？有点像，但是我感觉，就现在的感觉没有换塔好玩。因为你们玩这种游戏，其实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比较好。但是这游戏的这个
走了半天，就 NPC 的距离就只有几米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开放游戏的 NPC 距离很长的，元素师轻度会快一些，是的，没有错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走过来，快 ，come on， 对吧？你不走过来，我这雷不白放了。这雷只有走得很近的时候放好像才有用，不然就得等他走上来。拜拜。哪里要点哪里差不多。这游戏想要赚快餐钱的话，就是得要玩的不怎么费力。但是呢，肯定会有玩家会觉得这种游戏都不用动脑子，那肯定是不值得玩嘛，对吧？所以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的。但是你看这里面这个图还是挺大的，对吧？可以一直走的话，就打到不能打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就可以充值了。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可以充一个15的月卡才是充值开始，好像是10级。我们必须要先打到10级，然后才能开充值啊。哎，被发现3次以下通过哦，就躲开这个光嘛。我靠，你这样不累吗？这东西不重吗？是吧？哎，不是，你蹲下，你怎么那么猥琐啊，大姐？还在你给大家表演一下你们哥又出新游戏了是吧？是的，这个月我估计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游戏了，相对比较好的，反正新游戏天天都出，但是这个游戏是还可以的。为什么非要蹲下呢？你走快点不就过了？哦，这就过了，这一关就那么脑残，反正多充点钱就行了。我看到有个 UP 主他玩这游戏，他说，要创建多个角色。这个游戏创建多个角色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创建一个区，你创建4个角色，然后创建了4个角色之后呢，你可以有一个共享的背包，打到了一些东西可以共享。这样的话，你4个号到了后期，你就能节省很多的钱了。来，走过来，因为他会走过来的。哇，这家伙的进攻击让我感觉这还是有点操作的，就是他不是老年人手速，还是需要一点手速的。赶紧把这雷丢了。我不知道放大招的时候是霸体，他要追过来了吗？也不至于吧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终于升到10级了啊，可以升级的一些技能，升这么多，又解锁了一些新的东西。好，准备开始充钱。我们先把这个技能升下级。这游戏特别恐怖的地方在于什么？在于它右下角这些东西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有4个技能了啊，加上普攻5个，这里解锁了第6个，然后呢，还有20级、25、30级，还有解锁三个，然后上面终结技还有觉醒和一个啥，对吧？所以这里面有10来个可以操作的东西，特别的夸张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穿一下，升级随便升，分解不用分，把装备先穿一下。强化的话只要知道就好了，这些都不用强化的，后面这装备全都会被替换，你强化的装备都会被替换的，所以没有用。跟原神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它是类似于有点快餐游戏的，因为不能每个游戏都像原神花那么多钱去制作嘛，它不可能有那么开放的地图，不可能的，它某些方面就做的没有那个原神精致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这可以理解是吧？它之后会有这个 PVP， 就是 1v1 和 3v3， 这样的话就是还是有可玩性的，就还可以。好，这是尤多拉啊，能量评级。哎，我就被控制了，我也把它控一下。我好像就是往前突进的这个技能是可以控制人的，然后把这个几个都丢一下，因为他不一定能踩得到。他你看是有 combo 的，就是有连招的追求。你看这还有霸体，这个其实和火影忍者和 DNF 都是有点像，但是这个霸体怎么能那么频繁？这有问题啊！啊，应该是我知道了，是打副本的时候是这样比较频繁的。哎，怎么我一直在空中？哎呀，这个霸体就打一下我就被弹起来了吗？他也和我是一样的技能啊。不是啊，哎，这样还能被 boss 打死？我解除了霸体，然后我打他，然后他随便打我一下就被弹起来，这有点假，但是还是胜利了。这个东西是要虐待一下你，让你知道你很菜，有这个自知是吧？没意思，一个游戏不到7个G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游戏越大，虽然不一定越好，但是一定是肯定是相比一些别的游戏花的钱还是要多一些的，相比来说是这样子的。刚才那个人的连招，其实我就得要去不断躲他技能，我不知道刚刚那个平 A 能不能躲，但其实应该可以多打他一些伤害的，但是那个人应该就打不死。他这技能有两段，贼爽，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分支，变成一个枪炮师，对吧？哇，一个人可以玩两种角色，就还可以的，没有那么的菜。但是我就希望有一个什么氪金的竞技场，让我好好的霸下服，对吧？在这个服，我要当第一。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我解说也没什么作用，你们看着玩其实也挺无聊的，就是打完怪就行了。因为他其实是要自己玩才有点意思啊。这种操作其实节奏很长，充值不是说一会儿来一个，对吧？这种东西感觉比较一般。角色转职的话是随时可以转的，但是我不转，我们就是要搞一个赏金就可以了吧？我们就转职为赏金猎人就可以了，进行一个强化。这边有好几种把装备变得强的方法，一种是强化，一种是什么校准，还有的是别的，强到加4，这个就是吃装备的，装备可以提升你的概率。强化不强化，前期不用强。他们说有的体力药水不要吃，等到55级之后的副本再吃体力药水比较好。今天吃体力药水能到26级，但是不划算。哎，哦，这个红点，哇！只要躲了他的东西就可以增加能量，哎，有点意思。哎，这个不充钱其实还有点意思啊，我充了钱这些都不用躲了，其实可以躲开的。哎，会追踪我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东西躲不掉吗？好像可以躲掉，就是你要等他这个技能走近再躲。
就是等到他在你的很近的范围之内，你再去躲。我这个好菜，好，这个躲掉了，这个有点意思。我看一下，不残血不会玩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看就躲了，就躲了，这个有操作的。哎呀，哎，各位，虽然我这边不行，但是还可以的，就是没有那么菜啊。他这个躲了之后，共鸣能量可以增加，这个有点意思。你看，就是要在合适的位置去躲。有的没有能够反应过来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强。哎呀，这个一只手操作不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按着技能我过去过不来呀，大哥，你能过来点吗？零氪24，今天最多就是25、26，一般是25级就满了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手中是不是到账了，先充一个6块，更多哦，到了。各位，好，有点，这不是懂的都懂啊，这是我自己充的。这个有点是可以玩任何游戏，但是如果我去玩他家的其他游戏，这个他就不会给我把那个折扣退给我了。这是我今天花了5100充的，我给大家看一眼，真的是我充的，就是简单看一下，这是我今天支付的，今天早上支付的5100，看得很清楚吧？好，我们就不要说啊，妄图试托怎么怎么样，又是有点又搞你是吧？先领取奖励吧，各位，我们先把该充充，然后把体验一下，把这东西体验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准备让给小龙了啊，是。是一个168的一个什么东西，银灰圣物箱啊，这个银灰圣物应该很爽，这个20级解锁的一个30应该很爽。还有什么充值需要搞的？首充赠 50%， 就充一遍了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领一下这个券也没关系。这个怎么才送 50% 啊？应该送一个 100% 呀、啊？不用充吗？我都充一遍了，没关系，这游戏慢慢充吧。198，我算是补偿大家的。然后晚上我们继续充，今天现在这十来分钟啊，可能这个充不完，把首充还在的都充完就可以了。然后这兑换我们看一下，时装咱们是要买，就500钻石买是吧，就这花了50块钱。然后角色中限购3个，这就先买了呗，但是晚上再来用吧，因为现在不清楚。这个克隆的话只能买一个，只花100，无所谓，就是100钻啊。哦，还可以再花哦，要买应该是买这个银灰圣物，日限购10000个，最多可以花5000块钱。今天能不能买点好看的时装是吧，每日补给免费的买一下，应该要买这个很多。你看别的单令的话30日的28，买一下上面那个猩红是吧？好，猩红礼包没关系，慢慢来。猩红这个东西我看一下，就是2475稍微便宜一点，每个账号就可以打个9折，不然要2700，现在是2400是吧？花200块钱买了一堆，然后它应该是慢慢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吧？怎么还有个7折优惠券？买吧买吧买吧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继续，然后再买的话就没有折扣了，就是2750，它不会有限制吗？它这里给了好多同胞，你看账号购买第三次送什么，第四次送什么是吧？所以这个还要买两次。没有错吧？买完了，还有800块啊！这游戏只有8900的钻了。哦，累充好礼已经充1500了，各位。反正这个5000这些东西肯定保证都可以搞啊。这个不可共享，它就是有个共享背包，有些东西是可以共享的，就是你可以放在一个背包里，然后等别的角色上来再用，是这样子的。打不了了，你的剧情刷完了是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晚上7点再来吧。晚上7点我们再播，还是晚上6点来？晚上6点吧，晚上6点来。好，现在已经充了1500了，这个工坊啊，总算是有点像样子了，是吧？技术行开了，哦，这个在线好礼啊，赶紧领。然后夏日赠礼，夏大赠礼，紧急抽奖啊！还有一些特别牛掰的啊，+13的强化券，具体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作用不清楚。好，到20级了，好，这里是有这个箱子啊，70个圣物箱子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很值钱的，5块钱一个，是应该是50抽必得一个 S 级的。肯定会有个 S， 这抽奖就是这个画面，有点菜，金色的出来了，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，给了一个强效催化剂，强化加成功率加7%，就这，这个箱子奖励预览是在这里，它有一些+13、+14的很厉害，还有这个东西很厉害，这个概率只有2%，加上保底应该是有2%。你看我开了70个，都没有出来，这好难受啊！猩红祭礼，就是刚才给的，直接穿整套时装加一点，再开，再穿还能穿吗？穿不了了。再开背包扩容，给这个橘子使用一下，这不是战令吗？解锁一个高级手册128，先买一个，好，就只能买一个吧，然后一键领取一下啊，就很 easy。 然后外面的话启航有个这些福利可以领取一下，4套是吧，主要是它就只能给4套，我们就买了呗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刻度来说的话，其实今天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，先等等吧。这里的这个要选一个什么回路啊，就是加脑回路的那个东西啊，怎么选不知道，这里的东西有点多，这个算是成就系统啊，成就系统会给你这个相框和一些奖励，什么金币之类的，不太行，一看就不太行，它不能直接加战力吗？
点个相框是什么鬼？这个我估计要找人代刷跑图也很爽。现在我要给小龙让位了，各位，我们晚上六点钟来吧，先把这个东西穿一下，加个400战力嘛，只能章节进度第一章全部可以领了，5000金币，零件20个，罗盘，我们能够创建一个吧，红色吧，好，去暴走全服就可以了，欢迎大家自由加入啊，更多东西我们晚上六点钟继续探索啊，谢谢大家收看啊，先到这了。